这应该对啦哈。你如果有一个 Reno， 我摸一个，我 Mac， 他有尊重这个加法跟乘法，那对你这边做加减乘，加减乘到底跟在这边送过去在做是一样的。然后呢，现在呢，给你这个还要给一个元素，在这边，那现在你要做一个新的，考虑这个 polynomial ring， 然后要做一个 homomorphism， 而这 homomorphism 呢，它在原来常数的地方跟原这个一样，然后它把 x 送到 a， 那所以 x 平方就送到 a 平方。三次方送到 a 三次方，那你这个 x 的多项式写出来的话，那就变成送到这一行 a 的多项式，同样的技术。所以这引力学就是这样，一定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会不会我们为什么？你 check 一下。那所以我就研学，我最近算看一下。好像你看好像真的就这样，也没什么好证明，你如果自己真的做的话，所以这个是告诉你说，这个多项式法里面呢，这个 x 呢是没什么个性的，好像你要它怎样它就怎样，对不对？你叫它到 a 去它就到 a 去，叫它到 b 去它就到 b 去，都会有这样，但是对，如果你有看你怎么看呢、你用一种价值观，好像这个 X 很，很没用啊，没有个性，是不是？或者说，你用一个另外看法，这 X 很厉害啦，它可以到什么都可以，这好像古时候的人讲的，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是特别条件的话，你这可能性就无穷这样，它好像是这个，所以。像这种我们平常都讲它是一个 universal 的 property， 它可以，所以像这种我们可以应用到什么呢？例如说你原来有一个 ring homomorphism， 那这个 ring homomorphism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 ring homomorphism， 它把一个数就送到这边的常数下。就是一个 ring homomorphism， 那你合起来的话，所以你本来这里有块了，那你整个这个合起来，你称它叫做 petit， 所以这个也是 ring homomorphism， 所以照刚刚这边讲的，你就会推出来这个 petit q 它，那你要，这两个 x 应该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平常都懒得这样。把它写不一样，这边写成 y， 当然你要这样也可以了。因为这 x 怎么带的是这个在左边，是在右边的，那属于不同的。但是你如果要求说要把这个 x 送到这个 x 的话，那就会有唯一到这个说法了。所以它你就会有一个 ring homomorphism。OK， 所以它 in particular。所以 ，in I is an idea， 这个 R 八呢等于 R 波群 I， 这个波群 r， 然后这个 by 呢就是这个 natural map， 这个把一个 R 呢你就送到 R 加 I。就这个是 R 八，你有一个 idea， 你有这样的，对不对？那你照刚刚这个说法呢，你就会有一个Y Q 它呢，它把你这个 R X 送到这个 R 八 X。这个我上次有讲的，这里底下一个 F X 等于，就是说 A N X 加到 A 零，你送过去就是。写成 A 八 ，A 八。就会有了。所以我
们特别把这个写出来，写成一般的样子，因为你有些时候，哦，你有不同的场合啦，那像这个场合，哦，其实是这个一个的特别的样子，哦，所以，那我们现在，哦，再来要来讲这个9.1、9.2、9.3，我们讲完，那9.4啊，9.4，现在是。考虑这个我们农民瑞呢啊，就是我们再来哦，这课主要基本上在讲这个汪城市论啊，什么样的汪城市呢，就是一个变数的哦，一个这样的 F 等于零这些哦，他考虑他有没有解哦，解长得怎么样哦，讨论的以后那这个啊，但是只有对人家有兴趣而已，是不是？如果工学院的话，如果牛顿、牛根华这样的，啊，就说我给你一个多项式，你知道它的解是啊1.57689，那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因为你。工业的技术可能都没有做到那么精密，那个误差，哦。那我如果说这个解有一个根是根号二根，有一个根是0.14159等等，哈，哦，到小数几位，对，我们真的要实际去做，哦，工程或什么，其实没什么差别啊，对不对？哦，你做这些经济系啊，什么也是一样的，你不会 care 说这个跟那会有什么关系的，哦，那只有数学家才说，我一定要他，哦，那是跟那会才对，是不是？哦，是说起来也很无聊了，哦，那你为了要来学这个，就是你要问你自己，是好玩吗？我想大部分都是觉得好玩。那我们啊，就看我们的看法，是不是？那我们再下来就是要讲这一类好玩的事，好玩的事。所以，你如果我们如果真的要应用你那个实数的多项式、实数递增的任务，你要求它的根，哦，你有各种方式啊，哈，哦，用这个数值的方式，那做法不一样吧？那我现在就是说，真的说它的 exactly。确实是那个根啊，哦，所以像这一堆沙里面，它是只有一粒在那里，你要把那一粒找出来，比那个还厉害啊，因为沙还是只能 discrete 的，对不对？哦，所以他们说你在沙里面哦，要找出一颗珍珠一样，哦，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都没有用。都对啊，那对啊，我们不再讲对话。所以第一个我要问说，哎，这个 polynomial 呢，我说你要看它是不是 irreducible 啊，哦，还是可不可以分？那如果啊，应该有这种 algorithm 啊，如果你 over Q 的话，这个 Q X 呢，一个多 polynomial 你可以做分解，比做那个整数的分解还要快。好，哦，那我们。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找一些资料。那如果，但是我们现在是哦考虑一般的，那能够处理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有限的。哦，有一些 polynomial， 你当然可以一直算，哦，知道说最后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用手算的话，你能够算的也不多了。所以我们只介绍两个方式了。好，但一个方法就是说，啊，一个方法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样看，所以在，好，啊，我们这个表面，啊。
是一个 is money 的部分，所以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呢，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把这个擦掉。比如说，四只蚂蚁加，这个是有的，是不？假如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用这个游离堪根王，因为它四字的话，它能够分解的话，要么就是三字乘一字，或是两字乘以两字，是不是？那一次的根呢，你知道有这个游离堪根，你带进去它都不对的，生物就做不出这个，所以要就分成两字的，是不是？但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我看以前跟学生在写这个考卷，我算来算去，人家算很久，但是我们直接这样用未定因数法再算，有时候做不出来。好，那所以例如说，何不我们就把它骂的，我们就考虑这个 z 骂的二 z， 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两个元素的底里面就好了。然后看这个问题，两个元素里面的底呢，它你如果看二字的话，它有几种不可约的二字，你看啊，从 x 平方开始，那你可以有 ax 加 b 啊，它其实只有四种可能啊 ，a 有两种可能 ，b 有两种可能，对不对？那你发现第一个 b 不能等于零的。b 等于零就是 x 的因素就是可以约了，对不对？可是说 b 不等于零，所以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x 平方加一，这是 a 等于零，但是它就变成 x 加一的平方了，所以不是不可约。那另外一个是 x 平方加 x 加一，对不对？那这一个呢是 irreducible。知道，还是一样，你用它如果是 reducible， 它就有根了，那在这个题里面只有两个元素，你带零得到一，带一也得到一了，它不是根了，所以这个是 irreducible， 它唯一一个 irreducible， 所以如果它可以分的话，那唯有怎样 f bar x 呢？一次的已经知道没有了，所以也不能分成一跟三，只有二加二了。那二只有一种，那就只有这样啊，是平方，两个相等，两个都一样。可是这平方呢？它变成这样，是。这个在 characteristic 二的时候，那些二项式展开那些系数都是偶数了，所以就只剩下它跟这个不一样，那就不可能了，不可能。就这个是 irreducible。这个，那因为这个是 primitive， 所以你是一样的。就这是一种方法，你要验证出这个是有，但
那就用这个了，哦，这写了一大堆，但是你想一下就很容易啊。你要证明的话，哦，你就照他所讲的。如果你这个 f x 等于，哦 ，f x 等于。那如果你写出来的话呢？啊，因为这个 degree 是 n 啦，所以这个你可以写成哦，加上 a 零，然后 bs 加上 v 零，哦，然后因为这是 integral domain 啦，所以这两个乘起来一定不会是等于零，所以它的领导系数就是 arbs。然后 x r 加 x， 对不对？加到 a 零。那因为这个我们这里所用系数是一的，哦，所以 a r b s 呢都是等于一，所以是 unit。他们两个都是 unit， 所以 unit 的话，你可以把它哦除掉了，比如说你把它乘以 b， 这边乘以 b， 这边乘以 a， 你就可以把它化成都是 monic， 对不对？所以它，你把它乘这个 a r b s， 然后乘这个 a a b x 的话，把这个 b 拿到这边来，把这个 a 拿到这边来，你就可以写成这样了，哦 ，x r 加上哦 alpha r 减一 ，x r 减一加上 alpha， 然后 x s。加上贝塔 S 等于 S 等于加到贝塔，对不对？这就问成这样吗？哦，所以啊，如果它可以分的话，那么然后你拿到这边来看，对不对？然后这边来看，那因为这是一个 ring homomorphism 嘛，所以 F 等于 A 乘 B， 哦，所以这个我就跟它叫做新的就好了，这个。比如说，我就把它称叫做 alpha x 乘 beta x， 那 f 等于 alpha 乘 beta， 那所以就是 ring homomorphism， 所以你拿到这边的话，就知道说这个 f bar 呢，哦，就会等于 alpha bar 乘 beta bar， 就是，可是它现在的条件就是说，条件在这里，所以说它是 irreducible。所以就要 imply 说 r 要等于零，或者然后 s 等于 n， 或者说 r 等于 n，s 等于零。所以也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是常数了，这两个相等，但是其实有一个是常数，啊，其实有一个是常数。那常数的话，啊，比如说 r 等于零的话。就是，好的，你能 imply 这个 f(x) 就等于，哦 ，alpha 零乘以 s 加上 beta 零，这样对不对？那这个乘比较系数的话，就 imply 这个 alpha 零等于零了，还等于一了，好，所以就 imply alpha， 就是一了。所以没办法真正有什么分解，对不对？哦，所以你有这样的分解的话，那基本上呢，你其实就是有一个 unit 而已。这个原来这个 a 就是一个 unit， 所以它就是 irreducible。这个 OK 吗？哦，就是说你 mark 以后，哦，你如果原来可分解 mark 多久了以后就可分解，但反过来不一定对了，是不是？反过来，很容易啊！我反过来，把这个拼命，我把这个擦掉了，把这个你记住了。我就说，啊，我
我现在要讲另外一个啊，例如说 x 四次方加二 x 三次方加三 x 平方二 x 平方加二 x 加二，你要找一个这个。那你骂了二的话，那就 x 四次方可以分解，好，所以如果 f x 等于这个的话，同样一样 r 霸呢？就是 F2 那我要证明说这其实不能分解，好，所以 你 F 本来不能分解，但是骂了2以后变成可以分解，所以这是下一个我们的判别方式。我怎么知道这个不能分解？这个 f(x) 呢，它就是等于 x 四次方，它一定可以分解，对不对？好，好了，但是你再精进下去，再哦，把那个刚刚那个精神呢再延续下去，就说哎 ，f(x) 可以分解，那它能不能分解呢？所以假设。假设还是一样啊 ，f(x) 它现在变成了 αx， 等于 βx， 就这两个都是 Monic 的，哦，照刚刚这样问题，你可以，假设说这个都是领导系数都是一样，如果不是一的话，那领导系数是 unit， 你可以整进去。好，那如果是这样，然后呢，你这样你就得到 x 四次方就等于 αx 等于 βx。所以这是在引来 f2x 哦，这个底为系数，那这是一个 UID 啊 ，UID，UID，unit factorization， 那这个 x 呢 ？x 是 irreducible，x 不能再分了，哦，所以这个东西是 x 的四次方，所以这两个个别一定就是 x 的几次方而已，对不对？所以就 imply 这个 阿巴巴 x 呢等于 x 的 r 次方，好 ，beta 巴 x 就等于 x 的 s 次方，那 r 加 s 呢等于二，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哎，不是二是四，好，是，对不对？我这个没问题哦。就是 unit factorization， 这四个 x 相乘，所以里面就分了，一人分这么一部分。那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 rx 呢，它已经可以写成这样了 ，x 的 r 次方 alpha 了哦，加上啊 alpha r 加上 alpha r 减一 x r 减一，加上 alpha 零，好，那这些 alpha i 呢都是怎样？都是 even， 好 ，alpha i 就可以写成两倍的 alpha i prime， 是不是？好，那这个 alpha i prime 呢，还是在整数里面，是不是？因为它冒了二，因为这些都消失了。然后 beta 也是一样，好 ，beta x 的，一定是 x 的 s 次方，加上 beta s 点一。这些贝塔 c 呢，都可以写成两倍贝塔 c 啊，贝塔 c 啊，就是，好，那你把它乘出来的话，乘出来的话，它就变成，哦，没错了，这个就是 x n 次方 ，x 四次方，然后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是阿尔法零乘贝塔零，是不是？那这个阿尔法零乘贝塔零是怎样一？两个都是偶数，相乘就变成四的倍数了，有没有？对 ，divided by four， 一定就变成四的倍数。哦，可是这个不是，那只有二啊。哦，所以你知道它不会这样，是不是？你现在就 imply 这个 f is irreducible， 哦，这个大家同意不同意？
你啊，你不必用这个波君论来讨论，就是以前的人，还没有发明这个波君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就是用二十的准则来看，那光式是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学过了，所以我用这样讲看起来比较简单，所以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是说我证明这个是一个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那这一个。这个平常就叫做一个这种东西叫做 Eisenstein， 就是有一个人名啊，polynomial。就是说它的系数呢都是某一个质数的倍数啦，但是常数项呢不是那个质数的平方的倍数。我这个二只是一个要消除大家的心防，取出来那二太简单了，我觉得好玩这样。但是其实用 P 都可以，一个很大的指数，那我们都吓坏了，对，用二。但是所以这边你用其他 P 都同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现在这样，我们基本上证明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多项式，它就是爱森三孔林后面。它的领导系数是一，然后所有其他后面的系数都是某一个质数的倍数，而常数项不是平方，那个质数的平方的倍数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什么 ？OK， 这样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书上要讲第二个，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呢更一般化，所以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怎么样把它一般化。平常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而已，平常你会用到，不过有时候在偶然的时候你也许会想到用爱森三孔林公理，这个还是在保留，这个呢这个当然不是爱森三孔林公理，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在这里呢，这个东西其实是 x 的五次方减一除以 x 减一，是不是？x 五次方减一除以 x 减一。那你如果把这个 x 减一呢，你把它变成 y 的话，做一个变数变换，它一个就平移了。那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可以整除 y 了，对不对？所以你试试看 ，x 五次方减一啊，它就变成 y 加一的五次方，是不是？那你把它展开的话，就是 y 五次方加上 y 加上 y 四次方，y 三次方加上 y 平方加上 y 加一，是不是这样？再减一。所以它可以这样，这个消掉了，所以会取出 y 啊，所以它就得到 y 的五次方，所以 x 五次方减一除以 x 减一呢，就把这个 y 消掉，所以就变成 y 的四次方加上 y 三次方加上 y 平方加上 y 加 y 加五 y 也加五加五，都除一个 y。是，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爱森三孔林公理，这是个，引 y 了，引 y 是 y 的爱森三孔林公理，所以它用 y 来写的话，它是等于就是。那用 x 写呢？是不是也是 irreducible？ 做这样变数变换，一个变回去了，是不是？就我们平常在想，就是两边好像一个镜子，这边有什么，那边就有什么。所以你变用 y 来写的话，它可以分解的话，那你把这个分解试弄回去，它就变成在 x。这个大家同意不同意？
你自己想一下把它写出来，还是我们要写一下？啊，但有时候写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用心想，有时候乱会哪个地方没看到，哦。所以假设说我们知道，假设说你这个 f x 呢，好，还是一样写成这个 a x， a b x， 对不对？那 x 是 y 加一啊，哦，所以这个 f y 加一呢，是我们平常叫做 g， 我们现在叫做 g 的，没这个，那它就会变成 a y 加一等于 b y 加一，对不对？那它这个写出来，这个称它叫做 cy， 这个 dy 的话，好，那就我们解了，对不对？好，所以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一边是不能分解，那所以这个不会这样，因为这次数会一样，好，这个 c 跟 a， 好 ，b 跟 b 这次数一样 ，f 跟 g 也是次数一样，好，所以这个是这个不可能，所以这个就不可能，所以写一下自己看啊。对，就这个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就像这种的，所以啊，哦，你可以把这个推展、扩展、推广呢，啊，到这种样子了。一是指数，好，所以这个 x b 次方减一除以 x。那这个写出来应该是 xb 减一加 xc 减二，每个系数都是一这样，对不对？那你要说这个是 irreducible 啊， in 哦 qx， 那所以我们上一次是考在用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两个人的关系有没有？哦，哎，觉得这个比较麻烦，因为你拿到这边，因为是变成底，所以就容易多了。然后像这里就比较困难，哦。不过这个有时候它会有帮忙啊，哦。所以它好像是个 trouble maker， 但是有时候 trouble maker 是一个 helper， 哦。好，因为这个是经过在这边讨论了，你才有用。你在这边呢，你看不到这个 p 是 prime， 那都变成 unit，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哦，你不要一下子就有差别心，说好像这个比较差，这个比较好，不一定。有时候他还帮忙我，所以这个是啊，我、哦、那这为什么？因为类似的，哦，你考虑这个 y 加一的 p 次方，然后减一把它展开的话。变成这样，是不是？然后这个是 p 啊，那这些呢都是 p 的倍数，这些，哦，这些二项式系数都是 p 的倍数，所以这是一个 i 分之三公式，好、哦、，with respect to p 啊，哦，跟不同的 p， 所以我们就学到了这种多项式，哦，在有理数里面不能问题，你这个是。好，那所以，就我们刚刚说要把它啊扩充啊，哦，所以我们现在考虑这个定理啊，就是在 I 的 integral domain， 然后 I 呢？
F 零呢，它不是在 I 平方里面。所以这是这样，只是这个 I， 如果这个 R 就是 Z， 哦，那 I 就是 P 的变数。就是说这个 R 不一定要 UFD 啦，哦，你都可以做这样类似的。好，哦，那这个我，哦，这个做法类似了，因为我们考虑这个 R bar 呢等于 R 波形 I， 对不对？好，哦，那如果这个 MX 一样，它等于这个 AX 和 BX 的话。那照刚刚这样讨论，它这个所向因素不一定是一啊，但是会变成 unit， 所以你可以把它吸收进去。哦，那我可以假设说 a x 是 money， b x 是 money， 所以它是真正的不会变小这样的分解。如果它是 reducible， 一定就变成这样，因为这是所向因素一啊。哦，你其他东西不大会搞坏，所以。如果所向因素不是一的话，它可能有公因数可以提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只开放讨论说所有因的domain我们都讨论了，所以它不一定是 UFD 啊，所以你这时候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特别要提出它就所向因素不一。那我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的话，这个 F bar 就等于 A bar。这个 R bar 那这个哦，这个还是 integral domain 的，因为它是个这个啊，就是个 maximum 还是 prime ID， 是不是？啊，可是一方面它是这个 x 的。啊 ，n 次方，那 mod 又变成 x n 次方，所以它会变成 a 八等于 b 八，这样。那你啊，好，那你可以呢，你定这个。所以你又在这个底里面，所以在这个底里面呢，它就得到这样的分解，得到这样的分解。好，哦，本来是在这个管里面呢，啊，但是你现在呢，系数把它扩大到这个底里面。好，哦，那现在呢，在这里这是唯一啊，这是一个 UFD。哦，在这里我们要用 UFD 了。好，哦，那所以这个分解表示呢？大家都只有是 x 的次方而已的，哦，所以就 imply a bar x 呢就等于 x 的 r 次方 ，b bar x 就等于 x 的 s 次方，好，哦，那也就是说它后面的系数都消掉了，哦，所以你知道说这个 a x 呢就等于 x 的 r 次方，哦，加上。a r 减一 ，r 减一，加到 a 零，然后 b x， 也是 x 次方加到 b， 加到 b， 那这些 a i 呢 ，b i 呢，都要在 i 里面，哦，因为你骂了 i 以后，它是孤独无限的，是不是？哦，那这样的话呢，你把它乘起来的话，你发现这个 f x 呢？就等于这个加到 F0， 那这个 F0 呢是等于 A0 所以 B0， 两个都在 I 里面，所以乘起来就变成在 I 平方里面。
就是那就矛盾，就矛盾。OK， 这就是等于就是说，我们刚刚的证明，我们再重写一遍，哦，那把条件放宽，然后来看。那这个大家 OK 吗？有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可以假设 AX 等于 X 是吗？哦。如果就像我们刚刚在有一个地方写的话，假设它写成这样 ，a n， 哎 a a r， 对不对？然后这个 yes， 哦，那乘出来就是 a r d s， 哦，那这个要等于一啊，因为右边左边这里是一，所以这两个都是 unit 的，哦，而且乘起来是一。那所以你故意再把它乘一遍，你故意把，因为这个 VS 乘以 AR 变成一啊，所以你这边乘一个 VS， 这边乘 AR， 好，两个乘起来是一，所以这个乘起来就变成 Malik 了，这个乘过来就 Malik， 所以你可以，哦，如果可以分解，你就可以假设它是 Malik， 我是刚刚那个，哦，阿俊，也可以，那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个是，这是什么？这是有点事了。我们，这个 Eisenstein criterion， 好，那我们就讲到9.5嘛，对。今天要。两堂课要讲三节。干！我讲的都上气不接下气了，你们坐在那边也上气不接下气吗？不过这个很啊，只是这很难吗？应该不会吧，是不是？哦，不会啦，还好啦。再接再厉。基本上是高中都可以学的，哦，怎么样？我高中的时候，欸，老实说，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的数学课本也讲那个，真的我不变，真的。那个，你去找，那个找到那个旧书，那叫做给高中数学。实验教材，王武雄老师他们编的，那放很多这些，那所以，啊，很多高中老师都很不高兴。那这个怎么教太难了啊？那个王老师说好，你们不会教我就来教，好像到哪一个高中去教，教了一段时间，然后证明说不会很难。这样可以算证明，我不知道，但是，数学一般都很难，你怎么教呢？都会有人不高兴。本来以为说都不教，大家都高兴，还是会有人不高兴。啊，我都不会，怎么？还是我们学数学真的高兴，我是开玩笑啊。就再来，我们要讨论就是说，假设说你是一个，哦，回到底的情况就好了，就是这个现在要考虑它的根呐，啊，哦，那，上次有同学问，那你如果，哦，如果在复数，它都，哦，如果你这个 f 等于 u 啊，在复数它都完全可以分开来，哦，那这个大家 OK 吧？哦，它都完全分解成一次的，
那在 Q 里面它可能不是，像刚刚你举的这个，刚刚有那种 polynomial 有一个名字叫 cyclotomic polynomial， 就是我刚刚写的这个。这个叫做塞口，有奇怪的名字了。哦，这塞口是指圆的意思啦。哦，通明哥，这像我去年去做手术，这个叫做这射护线的手术切掉，那就是叫做 prostate tomic 之类的，就把它切掉。哦，割掉，就是割圆呐，就是等于就是说你这个根呢，就是把圆分成一等份，有没有？哦，像这个是六吧，哦，这不一定要 P 加 N， 啊，你把圆分成六等份，那这个哦，这五个就是它的根，对不对？一其实就是这个的哦，如果这个的话，还年纪也包含在里面。就是这个 OK 啦，你就哦，把这个平面看成负数了，所以你把这个圆分成六等份的话，这每一个点是一个负数，哦，那这负数刚好就是这个分圆的这个方程，就这样子。那所以你放在西洋上都 OK 的，你所有结都有了，那何必再讨论嘛？哦，那。这其实也是纯粹好玩的，因为，哦，古时候的人呢，啊，当然你看他解这个方程是 a x 加 b 等于零，哦，这一次方程是，在，哦，古书里面他有讨论，哦，那这个啊会的人就很少了，然后又出现这个可以解二次方程式，哦，那你当然知道有这个公式了，哦，二又分之正负 b。正负，二 a 分之负 b 正负，哦 ，b 啦 ，b 是 b 平方减四 ab， 是不是？啊，那三次呢，其实也可以用公式，好，哦。那照我们讲说，那后面的人在找说，四次好像也可以了，好，哦，那五次都找不出来，那一个，那大家都。这两个组如果找出这个公式，就会怎样？其实也没有怎样，就是大家会拍拍手，给你按赞而已。哦，那真的哦，那弄了很久，后来有人说应该没有，哦，最后是证明不会有公式的解。哦，那我们就是要来学像这样的问题，那这都是纯粹好玩的，哦，就是为什么有？好像说你打什么打牌，哦。招牌，那你拿到冠军，你很高兴，是这样的，大概是。当然，你说有没有什么应用？我相信，也许有一天会有啊。哦，或是 AI 会帮我们找到应用的方法，只是我们是可以说是好玩的，啊，哦。所以啊，所以我们要学，就是说，如果有一个 irreducible 的，哦，那它。它是有解啊，那怎么说它没有办法用公式表示出来？哦，那这是什么意思？那平常因为古时候的人，你二次你就开根号，哦，三次的话他开根号又开啊，有时候要开三次根，那他是说允许说你从有理数然后一直做这样开根号，哦，开几次根，如果把解找出来，基本上在问这样的问题。那。后来的人就可以证明说，有些多项式你确实不能用这样开根号一直弄出来，哦。那所以，啊，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哦，到底是哦13.4啊，我们这个考试的范围，哦，他说这个啊，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大概觉得很陌生啊。就是说，我随便给你一个角，你知道可以用圆规跟直尺作图，你们会吗？你们现在几乎没有教了。我们，哦，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会这样作图就代表一个等级啊，
本来是很小的小孩，我看他大一点的，他会带圆规到学校，他开始只是画圆而已，但是到了初中以后，老师问说这个怎么样去做这个图了，就说我一个角，你怎么做出他的角平面线，用圆规跟尺这样做，这个你们会吗？你会啦，对不对？就说你以这个为中心画一个圆弧，然后以这个中心，然后随便找一个长，好画一个圆，是不是？然后这边再画一个圆，那这个交的地方应该就是，因为它是中心，这个会对正，左边跟右边这两边会对正，那交点的地方就把那个对正形出来。那如果三等问呢？那以前我那时候读国中啊，那国中老师你三等问你会不会？我每天都坐在那边想怎么弄。后来有个人告诉我说你很笨，这高中课本有讲过，没办法。没办法，就是你没办法用圆规，所谓圆规就是圆规只能画圆了，他给你一个长度，然后你找一个给你一个中心，给你一个长度，然后你画出这个圆，画圆，然后直尺呢就是给你两点，你知道有两点，你就画一个曲线把它画出来，那你求那个焦点，那有这个焦点跟其他的点，你跟又再用圆规或直尺这样子做。那能不能这样做画出这个三角形的这个角度的等分呢？那有时候可以啦，是不是？你如果九十度的话，你会啦，因为三十度你会，这个三十度你会算，平时就画出来。九十度可以三等分，那就是我给你八十九度，八十五度是不是？八十五度不能三等分，但是这其实也是好玩而已啦。你为什么只用这样圆规跟直尺，你不用其他的工具，对不对？那这个都是，这是因为它是几千年一两千年的问题啊。古时候的人就觉得很好奇，就是会，你都不知道它可以怎么样知道。那我们现代人很幸运啊，我们在13.4就会学到，真的是画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样了。所以，那基本的问题就是你有一个 irreducible polynomial， 你至少在 C 里面找到它的解，那个解有什么性质，就是，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就去看这个 C 啊，就是从这个 polynomial 开始，这我们再接下来要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休息吗？还是一鼓作气把它讲完，13.4都讲完了。我看他好像累了，我们休息到上课。我这个 Q， 它这本身的一个题好像就很圆满，可是他常常看到方程式没有解，他这个 C 很大，他说你要什么解我都有了，这乖乖在我里面，什么都好，是不是？但是 Q 说 ，leave me alone， 我自己要什么解，我自己做，自己要的解自己做这样。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就不管这个 C 啊，我有一个多项式，不可约的，我要找出一个解，自己找出来，跟这个大的题。给定的不一定要有关系，所以我等于就是说用一个比较抽象的方式，我去建构一个解，F 的解，到底是哪一个解呢？其实例如说我们考虑那个 x 平方加一，它其实有两个解，对不对？那平常我们会把它解成这个 x 减 i 等于 x。那你是在放在这个复数里面，你才看到这两个解，一个称它叫做 i， 一个叫做 y。那平常如果抽象来看，它这两个解其实是好像有对等的，两个人，因为你在这个复数里面呢，你做 conjugate 的话，就会把这两个 i 这两个解对掉，可是他们好像是有一种对称的关系的，对不
对不对？哦，他们地位应该是对等对等的，可是你放一旦哦固定放在这个复数里面，它好像就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哦，但是如果你不放的话，你说哎，它有两个解，就是说你可以你讲到它的解的时候，可以只认得一个解。哦，一个解有什么性质，另外一个解还会有。哦，这是一个重点呐，就是说这解之间有一种对称性。哦，对称性呢，如果用我们代数来讲呢，就是有一种 group 的 action， 有一个群会作用在所有这个解上面，然后它这个对称性是好的对称性，这个以后我们会慢慢讲，所以这时候用这个抽象的做法呢，它甚至就是说比较保留那个对称性，保留在它的里面，所以我们考虑这个题啊，有这个题，那这个题是，所以我现在有一个 map 了。M， 好，我第一个这个是 injection 啊，这是，好，然后呢，再来这个 subjection， 这个是 K 是这个 quotient 啊 ，quotient 这个题。那因为如果你有个 irreducible， 你用它生出来的话，这是 prime idea， 啊，这是我们前一章在讨论的，啊，而且它还是 irreducible， 所以它是。这个是 irreducible， 所以这也是一个 maximum idea，prime idea maximum idea 是一样的，因为这是 UFD 的情况。就这个 maximum idea 一波选，你能得到一个题，啊，所以你现在呢这个题呢，它放到这个题里面，然后这个整个合起来呢，还是一个 injection， 是不是？你现在一个数 A 呢，你看它是常数，它还是常数了，哦 ，A bar， 可是 A bar 呢，因为你默的是默的一个不可约的多项式啊，哦，那这个 A 八不可能落在这个 B 里面，哦，不会是这个多项式的变数，所以不会送到邻居啊，哦，永远如果 A 不等于零，那这个也不等于零啊，但是送过来也不会等于零，哦，所以这没有 kernel 啊，哦，但事实上这个 map 如果有 kernel 的话，哦。它根本不是零的话，就是全部了，因为这个底是只有两个 ID 而已，对不对？你记得哦，所以它不是零的 map， 不是把所有东西都送到零，那么它就是 injection。哦，所以我们哦，有时候就把它看成说这个 S 到 K 了，哦，或者说你就把 S 真的就放到 K 里面，就写成这样。但所以这有两个题啊，那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就。说这是一个 VA extension， 所以的这个 definition 我们定义一下，好 ，A 是 to B， 然后 A 包完 A， 这个意思呢，好，这样呢，那我们就说 ，A is A， A VA extension。这个平常他们翻译的话都是这个体的扩张，哦，把它变大的。那有时候我们就表成这样 ，K 是 over F 是一个 VA 的，哦，就看起来是大的在上面。那有时候我们会画饼就画成这样，哦，这样的图呢，我们以后常常会用到，就是这个底呢，我是大家看着它的一个差距了。所以我们有把这个题呢弄到有比较大的局部，好，那这个题完全跟 C 没有关系啊，我就从这个 F 开始，我就出，好，那现在我们要说，在这个 K 里面确实有一个根，好，在 K 里面呢有一个根呢，好，满足，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一个是雷马。
所以啊，所以我就做出一个这个，而且哦。这不只是这样，你得到一个根，那你要想第一件事情呢，这个可是呢，可是呢就等于 x 吧，哦，就是我这里这个 x 有没有？哦，它送过去的那个东西，我就是那个 OK， 哦，那你想一想，这个这好像原来就对了。为什么可是带进去会等于零呢？你看看 ，f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这里你取这个 f， 对不对？那谁会送到 f 呢？就是 f(x) 啊，对不对？是不是？可是 f(x) 呢是在 p 里面的，哦 ，f(x) 等于 m，f(x) 然后它在 p 里面。然后在右边这个地方呢 ，p 就变成零了，是不是？所以这就等于，哦，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根。对，大家认识这个可以接受吗？我就觉得怪怪的，但是你想一下，是好像在符号在骗我们了，是一个魔术了。好，一晃眼呢，这根就伸出来了。啊，那确实，他就摆点美丽一点，我们做来做去就弄出一个根状，这个 OK 了，哦，这证明是很容易，如果一看这个图，哦，就是说你这个 X 送到叫可信，那 FX 送出来就是 F， 送出来就是 F 可信，那可是呢，照这个是什么？就是把这里面的都通看进去，哦，冒了这个，那 F 在里面，所以这里，那来过来应该这里。然后第二个呢，哦，这个不该讲，不然我先讲。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第二点呢，可能是比较复杂里面，但是你要哦，你要证明呢，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证明，哦，那这个在讲什么？就是说，好像你这个 k 呢是最小的了，这比它小的就没有根了，哦，要有根的它是最小的。好，那这个啊，我们来试试看证明那个二了，好，试试看证明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K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把它表示出来。所以我们，我们还是我讲这个，哦，我这个老朋友啊，这个 x 平方加一，哦，在这里面，哦，那两个根是 i 跟负 i， 哦，那现在呢，你考虑这个 qx， 波旋 x 平方加一，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x 平方。加一的倍数都变成零了，哦，那所以你如果有一个多项是 gx， 它可以怎样把它除的话，对不对？
那这 Rx 呢是等于某一个 Ax 加 B 的，就是常数化。好，所以这个 G 呢跟 R 呢是 mod x 平方加一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那 R 就只有两项而已，所以这个哦，而且这个表示法一定是唯一的，就是你从 G 也是用这两个就可以表示 G 了。哦，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 G bar x 呢就是 A x 加 B， 是 x bar 都是 x， 哦，就两个了，所以他就写成这样了，他就写成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写成这样了，啊，可以写成这个 a x 加 b a b q， 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个乘法怎么办？你发现这个 x 平方呢，啊，在这里面呢 ，x 平方呢 ，x 平方加一等于零嘛，对不对？在这里，那所以 x 平方呢就会等于负一。会有这样，好，在这里你可以加一个条件 ，x 平方呢等于负一，你看这个，好，那你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跟我们平常写的这个 qi 一样 ，qi 呢就是 a 加 bi， 好 ，a b c， 这个集合跟这个集合一样，好，那这是一个 ring， 这个也是个 ring 啊，这个 ring 的这个乘法呢就是。你如果乘出来了，这次数比较大的，你就把那个平方的部分就用负一代，好，你就在做这个除法一样，好，然后你就可以归到这个，那这边也是做一样，就这两个其实是在总共位的，好，所以你这边我这边是一开始你抽象的考虑是总共位的，那你弄了这个以后呢，这 x 就变成有一个意义了，那变成它的根，好，一样。就这个是一个这样，你这个是二维的，好，两个 Q 的元素，哦，所以你发现说你做这个呢，在讨论这个二之前呢，我们看就是说，K over M is the trivial extension， 啊，这应该也是一个雷马。这个 K 跟 F 呢，跟这个不一定有关系，就是一般的，你两个币的，好，哦。那么 then K is the F vector space， 是不是？你可以说它的维度了，哦，就像这样，因为你可以乘 F 啦，所谓 vector space 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加法，那加法是已经有了。对不对？那有乘法，有个阿尔法 b， 好，阿尔法属于 a，b 属于 k，b w 属于 k， 这加法乘一个 abelian group 本来就对了，乘法，因为它在题里面可以乘的，哦，就这样，所以它是一个 vector space， 哦，像这个是 vector space 是 dimension 二啊，对不对？这个 dimension 等于二。好，所以得到这个负二啊，好 ，OK， 好，那你看到二的话，这个时候你做数学，有时候我们其实你自己算，有时候很有趣啊。你得到一个数二，这是代表什么？来看你的纸哦，那你那些纸里面还有什么地方有二？我有这里有二，这两个二应该一样。就像你去买乐透，哦，然后在街上，哎，这个号码是上面有，我说哦，我就去买那个号码，有点像啊，哦，但是数学上有时候真的，哦，这个二真的就是这个二了，好，哦，这我们等一下，我说我们现在可以证明，就在这种情况，哦，在这种情况呢，在这里这个情况，哦。把它拿到哪里来看？拿到这里。这是又一个雷曼了，好。A 就等于
vector space 就等于这个 degree f， 这个 f 的 degree 如果是 n 的话就改变你觉得是 n 维的。好，那这个其实你在可以讲说我们在这个电视这个里面你发现确实是这样，因为所以这个 proof所以这dimension呢，这个是 n 啊 ，d 啊，低维的空间。所以，对啊，isomorphism是什么呢？它是 vector space。好 ，vector space 还是 isomorphism， 要证明它一个一因子。啊 ，OK。那我要define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个 C 这个表示吧写出来是唯一的，可是我们这里没有什么 ambiguity， 没有什么繁文的空间，因为这个是唯一的，这个除法是唯一的，对不对？这 algorithm， 所以这个 rescue 这个因素是唯一的，所以你就考虑这个因素，所以这个是 well defined，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常出啊，存出来的余数就是，那所以要证明还是什么一对一应成这样，是不是？好，那现在应成的话，应成的话似乎很容易啊。你这边如果有 C 零 C 一 C B 减一也有一个的话，那我就考虑这个 C 零加 C 一。那就送到这里，对不对？因为这里本身就次数比较小了，它本身就是余数了。这个是 G 的话，因为 G 你用 F 去除余数就是它自己，因为 F 是 degree D 的。所以这个 surjective。同意吧？然后所以我们要说是 injective 吧。也就是说，如果 G
哦，他送过去的是零零零，那是什么意思？就全部都就是零啊，零多样式啊，哦，那以为农历啊呢，就等于零了、啊，对，就是零多样式，它的余数，这表示它除出来那个余数是零、啊，哦，但是重要条件就是说，鸡呢是 f 的倍数，所以是 f。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激发了，哦，应该是激发了，哦，激发送过去是零，那激发是来自一个鸡的啦，哦，还是某个鸡，啊，所以这个 will define 没有，我刚刚讲错了，这个 will define 呢还要，因为不是，是要，在这个题，所以这不是由鸡决定的，是要由鸡发决定的。对不对？啊、哦，所以我的另外讲太快了，这样不够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有 H 八、零 G 八，还要送到要说这个是这拍的 C H 八的 G 八，那扣出来这个要一样，这样才对，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H 呢可以 G 呢加上我一个 K F， 是不是？他们差一个 f 的倍数，哦，那所以你做余数的话呢，所以如果是这样，鸡是，所以它就可以写成鸡是写成这个 qf 加 r 啦，所以它就变成 q 加 k f 加 r， 就这个 r 是一样的，哦，所以写成鸡吧也对啊，哦，这余数是一样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算它的余数嘛，哦，那两个余数一样，会余数会一样，这好像是绘画了，但是有时候，哦，我怕说它我脑筋是连住了，所以再把它撑开再看，哎，原来是没哦，没有什么错，这个 OK 了，哦，这是说要替换，然后一对一，而且硬等，所以你看这dimension确实是就是 B 了，哦。那每个元素就是用它哦除掉旁边那个表示。那我们在哦，我们以前是在看的这个哦，这个题啊，哦 q 加一 ，x 平方加一这个情况哦，就是一个特例了，就等于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特例把它哦一般化，哦，所以你知道这个是 degree B 啊，哦，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这个改变一点呢，我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degree。这就是哦，所以我们就称这个改变权，所以呢，我们就有时候就表成这样了，哦，是 the degree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PO extension。这是有点偏移，它的比例就是，但是这是特别的情况啊，就是说你是用这样建构出来的，有时候你这个题不一定，哦，但有时候呢，这个改变性可能是无穷的，哦，但我们这个是有限的，刚好哦，因为是有一个 f 这样做出来，它是有限的，所以它改变性跟这个比例 f 的比例一样，哦，那就称作这个题的过当的比例就是 d 了。这样说，这个 OK 吧？好，哦，好，那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我们有哦，做了这个观察以后，18世纪的人不知道这些了，19世纪可能还不知道，大概比较后期，对，我们这哦，算是学的是比较近代的数学了。我们来看这二为什么会对？为什么哦？你留在中间的不会那个？好，那今天这 OK 吧？我们再来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把这个擦掉了。
所以再来一个雷马。在这个，这样合起来，或者说我们，我刚刚说要画这个主题，画成这样。这个你注意呢？这位小姨同意，这好像是对的。哦，嗯对。就是，哦，因为看能不能 space， 哦，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这单元性就会比较小，那个小的，那除非两个一样，哦，就这样而已。可是雷马是没讲的，哦，只是一个复习一下我们这个渐进代数，对不对？好，那现在证明了二啦，所以你现在 suppose， 哦 ，m 呢，它不等于 k 的，那么，那这个 dimension 呢 ，m 呢等于一，那这个角 d 啊，哦 ，d 是等于这个 degree a， 那它也是这个 dimension 这个 k， 是比较小，对不对？哦，那现在呢，啊。Then, suppose, in that, if in that region, then you look at it every time. That's the condition. All right, again, then you call it the consider. Oh, E, beta, beta being one, that beta the E 是 one.这个意就是这个点，这个前面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用使用这个线性代数，你看这有几个 vector， 一加一啊，哦，一加一不是二啊，是这个一再加一，哦，有这么多 vector， 可是它单元性是一，所以会怎样？对呀 ，linearly dependent。那就怎样呢？就会有这个 A 零，不要 A 啊 ，B C 零加 D E A 它加 C E A 它一。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还没有用到这个了。我现在就是说，你这个一塔在这边，那我不知道它。那这样的话，它又不是又满足一个多项式吗？好，F 是 irreducible， 那就怎样？这两个多项式要怎样？不会没有公因式了，哦，因为 F 本身是 irreducible， G 呢，唯一的因式都是 degree 比较小的，不是跟 F 不会一样，哦，那因为这个是 UFD 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会存在于这个 A X E X。所以我们等于是把以前哦，
以前学到的都都拿出来用啊。是不是？哦，这个，我们是说在 UFD 里面的你，啊，你做这个辗转相处法，你可以得到的是这个。好，如果没有公因式的话，这个我就得到了。好，那这样有什么错？好，那现在再来，你就带 eta 进去了。好，那你就得到。这一方面呢，这两个都是零，所以就得到零等于一。好，那这样就岂不是矛盾吗？好，在这里，哦，这一点，从这个地方现在才用到的，因为这个是零，是不是？好，就是说，这个 F 能够有的根呢，哦。一个根现在好像是这样啊，你一个多项式你可以考虑它的根，那一个根呢也可以考虑它的多项式，好，那这个根的多项式是 F 的话，它就不能是别人，好，应该是这个意思，好，它不能哦，这个不能是 degree 比较小的，它一定是怎样是 F 的倍数才可以，是这个意思。哦，如果这个根呢，它有一个多项式是以它为根的话，那么这个多项式就不可能跟 F 负值，哦，因为如果负值就会这个事情就还是得到矛盾，哦，那所以不会负值的话，因为 F 是 irreducible， 这就变成 F 的倍数了，好，哦，就这样讲有没有问题？好，哦，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根，它存在某一个底里面，在一个 free extension 里面。但你可以去认说它是不是某一个多项式的根，哦，那它所代表那个多项式呢，啊，一定是 irreducible 最小的，一定是 irreducible， 那其他的都是它的倍数，好，哦，我等一下把这个提下来 ，OK， 我，哦，那这个先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哦，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代值的动作了，哦，有一个代值的动作。就是在这个 x 等于 eta 这个动作，哦，啊，这个动作呢，你说，哎，这个等式成立，为什么这个会成立？哦，你当然可以一想就知道，但是如果用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代值呢，其实就是怎样 apply 一个 ring homomorphism， 哦，就是说我现在呢，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个是在这个 fx， 哦。然后呢，我现在有这个 m， 好，哦，啊，假设呢，我原来是这样，啊，哦，我原来是 f 到 m，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 eta 属于。所以呢，我就扩充成这个 ring homomorphism， 那把 x 呢，我再说要拿去 eta， 有没有？好，哦，那这个就是代值的动作。哦，这本来 f 是放在这里面，那现在 x 呢要求它变成 eta， 所以这个 ring homomorphism 可以扩充成这个 ring homomorphism， 这个 ring 啊，你要求这个 condition， 它可以满足你，这是唯一的。那这样做的话，哦。如果这个是等于一的话，在这边是等于一，送过来也要是一，送过来就是带这个值的意思。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的 image。哦，这边这个东西的 image 拿到这边就变成这个。所以这里是一，这里还会是一。哦，然后你又知道这带这个值的这个点是零，知道没？对，所以这个二也证明。那一下子哦，很多我们现在很多这种新的 idea 出来了，哦，你一旦我们开始哦考虑说是几的关系，
阿尔法是一个 vector space， 那么你看你可以用这个 linearly dependent 的来验证一些事情，好，那这个，很好了，哦，你万万没有想到，怎么可以这样讲，是不是？好，那现在，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呢，我再稍微综合一下。应该是 definition。包含在某一个 K 啊，或是啊，的 B A C。这里有这样啊，然后呢，啊，我考虑一个不是在 K 里面。然后，所以这个是 OK 哦，你的基本，你最后一个不是一样。那我现在 consider， consider 这个 ID， 是本地可以的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有个元素那里问说。满足它的多样式，哦，多样式是找根，现在是根去找它的多样式，哦，但是它可能很多了，对不对？不是那么多，哦，所以第一个啊 ，I 呢，你的 idea， 第二个 I， 你的 prime idea。一步步看，是不是？好，哦，那为什么是 idea 呢？如果两个多项式在 C 是零，相加也会是零。哦，你再乘以别的多项式，再进去也是零。哦，这是确实是个 idea， 对不对？哦，那这个 idea 的这个定义是很 idea 的。哦，很理解。很多时候，哦，你出现的东西都是 idea。哦，然后它是 prime idea。prime idea 就是说两个相乘在里面，那一定要有一个在里面，对不对？两个相乘在里面，就是说你现在 ax bx， 你现在把它带 c 的话，它变成零了，那一定有一个是零嘛，对不对？哦，所以有一个就会落在里面，就是 prime idea。哦，那当然这样就 imply 这个 maximum。这是 PID 的话，而且呢，它会等于某一个 FX， 然后这个 FX 也是。所以这个元素的它的这些 polynomial， 它都是某一个 irreducible polynomial 的倍数。好，哦，那我们称这个 F 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条件啊 ，Monic， 哦，我为了省这个麻烦的，领导系数是一，不然你把它领导系数除掉就好，因为我们在底里面。哦，这样的东西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应该加一个人啊，哦，那唯一的，哦，可是你。我们在 F 里面，哦，就是这跟你选的这个题有关系啊，哦，你选不一样的题，它可能就不一样，哦，这个 OK， 至于说如果我们再看回现在做的就是说有一个 F， 然后有这个 K， 那这个 K 呢，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可以给它一个样子叫做 F， 啊，就是，因为它就是用 C 的
多项式表示出来，所有元素都可以用自己的多项式表示。或者啊，你可以顺便写成这样。然后这个可是呢，它是它的 minimal polynomial。所以这个 K 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F。但是呢，不过我刚刚在讲这个，有时候讲太快了，讲太快有时候好像偏离了。这里呢，这里要有一个 gap， 有一个地方你要小心。哪里要小心？这两个都对了，没错了，对不对？但是 minimal polynomial 什么时候会是 maximum idea？minimal prime idea 什么时候会是 maximum idea？还要有个条件，要不等于零，有没有？所以 I 不是零，如果只有零的话，那当然不是 maximum idea， 所以这个 case 有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你这个元素呢，没有一个多样式，是这个元素，是以这个元素为根，对不对？有这种数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右中派，我们现在叫超越数，它不是一个代数数，不是这个代数一个多样式的根，有你系数多样式有个不是，当然实系数多样式当然可以，但有你系数多样式没有一个多样式是以派为根的，所以在这里呢，所以这个这种不是的话，我们就说它是transcendental。是的话就是那叫做 algebraic， 代数数或是超越数，对 F 来讲，所以 Pi 呢是 algebraic over R， 因为它在 R 里面，它满足于四多样式，对不对？然后它是全能这种 algebraic 代数的，然后它是不到一个，这个会不会证明？它是纯零的，这不容易哦，是不是？不是很，这很难。很多人这一些数据纯零的，在二十世纪前期，也是前期，大概五六年代，五六九十代，然后不就是那种。不容易的，就是这种，那几乎没什么方法可以做，都要很高妙的技巧。所以我们今天就暂时就讲到这里了。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偷偷跨越这个围墙了，跑到13章去。我基本上我只是19章讲完了，然后13章呢，这个 free extension 呢，我们都有讲过，但是其实里面还有一些零碎的，好像书上它有一些东西散落在旁边的，那我们就下一次再把它补充。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说，你开始考虑这些题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出来。